冀东县那个罗马太阳城有房卖啊？对。你想买房子？啊，那上你家看看去呗。看看吧。关注北头，带你看东北四省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鸡西市鸡东县啊。那个论袋啊，那多少钱一袋啊？5块。咱们呢来到了鸡西市的惠民家园小区，今天呢咱们就走访一下这里的房价。跟着我的镜头来吧。惠民小区，然后呢在这个惠民小区的对面呢是罗马太阳城。想买房子啊？你家一楼啊？嗯，那上你家看看去呗。看看吧。一进门就是一个大客厅啊，它这儿内有乾坤的啊。这格局是这样的，嗯，是洗手间，洗手间不算大啊。嗯，还行。然后呢，这是侧卧是主卧。这是主卧，这是侧卧。啊，这是侧卧是不是？嗯。这是主卧、啊，这是主卧、啊，老爷睡觉呢，不是孙子，啊，孙子睡觉呢，行，没过去了，咱看看厨房，这厨房这有厨房，发现好东西了，暖电包，几点了？你这孙子还睡呀？我家孙子下黑玩，他刚上班回来，啊，哎，这厨房也行，那这里还有个小阳台。啊，这也是冷台哈。这屋多少平？74.多。不是那个奶奶，我重新买，你看看你这。重新买，我要26万。3500一平，这价格。那少一分不卖，我就25万吧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再到这个太阳城看看啊，因为太阳城就在这个惠民的对面，看看它俩之间有什么不同，价格有什么不同。就是他跟对面那个惠民，他谁先建的吧？这个先建的，啊，这个先建的，这个6-7年了啊。对，这个质量照那个好呗。好了，这两个小区的环境呢，咱们都看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回车上打两个电话啊，看他们这两个小区分别都是多少钱。先打一个罗马太阳城的。喂，你好，冀东县那个罗马太阳城有房卖啊？对，2楼，116.82。装修完呢，你不看你就你这么的给不了价，要相中我们诚心卖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就在家呢呗，在家呢。我那个5分钟之后给你打电话啊，再打一个惠民小区的，然后咱们去看他那个房。喂，你好，咱家那个冀东县惠民小区有个房卖啊，你那是几楼？2楼，多少平？3.19好像是。啊，装修完了？相中了。咋卖的？我诚心买。25万。多少钱？3370。现在好像不行，今天加不了工人。好嘞，那咱们现在去看刚才那个。大哥，你这个2楼门口是写了康复吗？好嘞，到了。来，啊，康复中心啊。来。啊，寻思住家呢。117平。对。这一个卧室。然后这俩卧室，这两个卫生间，这也是卫生间。啊，这一期也是一个卧室。对，这屋也是卧室。啊，这屋也是卧室。这屋是卫生间。对，这屋是卫生间，就差坐便没坐，都是现成的。啊，那得改了呗。对。整个这屋全体现在这个客厅上了。对。这个是洗手间吗？对，这是。就是后改的洗手间吗？对。啊、嗯，洗手间也挺大，啊、那就是两个洗手间呗，那个也。洗手间，对，这因为这个、啊、那个就是这个。三个卧室，一个客厅，完了两个洗手间。对。得贴边儿啊！你不贴边。49能卖吗？啊，那指定卖。格局呀、啊，就是这样。我以为是住家那个。好了，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啊，下期再见。